吴成英。十强赛的吴成英无可挑剔，特别是在马哥的协助下，两个人打理的左路在中国队整个攻防组织中占据最关键的位置。埋头快速突进的吴成英仍然是上海滩的拼命三郎，但是他拼命是因为他看见了对手的命门。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，吴成英已经开始学会慎重，学会观望，学会试控。吴成英驻守左路，永远荣威并存。